现在身体的状况能够把这些毒素给代谢掉，但是长久吃下来其实也是不好啊。这我曾经听过一个医生讲，就是说正常人一天只要喝一杯的那个珍珠奶茶，他20年他就准备要轻生。我的医生就跟我讲，就是说，哎，你的那个肌酐酸指数已经到60多了，你要准备要轻生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